迎陈艺涵以及陈柏霖，掌声欢迎他们两位。啊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？会不会太常凑在一起啦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 King 就可以了。那你 Queen 呢？要吓死人了！陈柏霖跟陈意涵从电视剧、电影到广告，一路黏贴贴的，奇怪嘞，怎么没听过擦出爱的火花？他们今天又凑在一块为日本国民品牌代言，接下来还合作新片《校园爱情奇谈》。是说陈柏霖，你这头还好吗？连厂商都帮你们配成这样，那干脆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两个互相会不会看到有什么？我说你，因为他都是以不同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看我还好了。对啊。他就是。好了，我蛮好奇的。对对对，那么多次，为什么都没有看过？因为他出道前说。没有啊，就是真的好朋友。其实他是男的，他是我的以陈。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陈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分手吗？好，我往这边来。他想说的是，从小就爱陈柏霖，本来把他当作天才，但后来实在太熟了，只能当哥们。苹果的新闻。其实他是男的。报道。哇哦，陈意涵是带把的，这是陈柏霖说。